该忙什么啊？就是嘛，你不是说要带我们走一趟历史的时光隧道，体验先民开疆辟土的精神吗？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东浦八通关古道的路口，就赶快启程吧。小皮、宝妹，你们别心急嘛。当我安排任何行程时，事前的准备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哦。嗯，我明白了。就像这次我们来这里是要感受先人跋山涉水的路途，是要走山路的，所以要穿着轻便的服装咯。嗯，小皮，你说的很对。苹果姐姐，我也知道，因为八通关古道海拔比较高，温度较低，所以一定要准备御寒的衣物。此外，准备足够的饮用水和干粮也是很重要的哦。再加上观察必备的望远镜和相关的地图，就更周全啦。好啦，我们现在就等老师来就可以出发了。苹果姐姐，我们现在到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八通关古道的这个陈友兰聚合谷。八通关古道呢，它是沿着陈友兰溪的这个山壁呢，开凿这个山壁呢，缓缓的上升，一直攀升到白云顶端的那个山头上八通关。那么这条道路呢是日据时代的时候开的，那么它主要是希望能够控制这个山区的这些原住民。那么在这个更早之前呢，在这个陈友兰溪的对岸另外一侧呢，有清朝的时候，在123年前呢，清朝有开了一条中路。但陈老师，所谓的八通关古道到底从哪里通到哪里呢？那么清朝的八通关古道呢，是从西部前方的竹山沿着浊水溪，那么来到我们东埔附近呢，就是顺着这个陈友兰溪呢，然后上到这个八通关，然后穿越中央山脉，过到这个东部，也就是现在的玉里。目前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是一小段，而且是在日据时代所开的这个比较好走的这个路段。要开辟一条路，穿越这些高山峻岭，可真不容易。那是需要多么坚定的毅力和决心啊！就是啊，而且以前又不像现在有方便的工具可以利用，是必须靠人的力量一沙一土的开凿呢。为了显示出对先民这种精神的钦佩之意，我一定要努力走完这一段路程。宝妹，我们快打起精神，继续这趟旅程吧。苹果姐姐，我们刚刚呢穿过了这个阴暗的密林，那么现在来到一个透光的这个山坡壁上。那眼前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条溪呢，就是发源于卡塔加安部的下方的这个沙里县溪。原住民朋友呢，他们是住在这个溪的源头这个地方。那上面山坡上我们看到有一条横线呢，那个就是新中横公路。对，沿着这整个东浦山、同步山呢，蜿蜒而上哈，就可以一直通到这个塔拉加往阿里山这整个方向。那么一般人登玉山的话，就是从这个塔拉加安部呢，往上爬。一般体力如果不好的话，是很辛苦的。所以小朋友要赶快锻炼好身体呢，来接近山，而且可以来接近山里面的一些文化，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小妹，我的脚好酸哦，我走不动了。不行啦，小皮，你自己不是说一定要努力走完的吗？怎么一下子就泄气了？要是先民开路的时候也像你这样，那路准开不成的。宝妹，你说的对，我们不可以这样就放弃。走，我们继续前进吧。苹果姐姐，我们现在到的地方呢，就是父子断崖了。啊，现在我们这个父子断崖呢，是两个断裂面的一个交汇点，所以呢，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冲击，那么产生了一个破碎面。所以啊，早期呢，它形成的时候呢，这个是非常的陡的，而且我们知道下面刚好也有两条河流交汇，在这边冲刷掏空，那么是造成这个地形呢非常的陡峭。老师。可是我有听说人家说父子断崖是因为它的峭壁非常非常的陡峭，父亲如果走在前面的话根本顾不了后面的孩子，可是我们看现在这情形觉得还好啊。的确是以前呢根本立足点都非常的小，那么前面的人要找到立足点都要很花脑筋哈，那么生怕说万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可是后来国家公园成立的时候，当然人游客呢也陆陆续续的经过，因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把它整平，稍微把这个坡呢消整平一点，那么让大家在行进的时候呢比较安全。那么在断崖的部分呢，我们也加设了一些栏杆，所以让大家走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安全。原来父子断崖的名称是这样来的啊，实在和我们看到的有一点差距。对呀，好像一点都不惊喜。不过我想，真正难走的路还在等着我们呢。八通关古道的确不是条可以轻易走完的路程。从南投竹山经过东埔、八通关到达花莲玉里的路线，全长有152公里之远呢。天哪，这么远的一条路，即使我的手脚再灵活，也要费好大的功夫呢。小皮，你就别担心喽，我们这次的行程啊，就到这里喽。真的吗？苹果姐姐，你不必因为我而改变行程的。才不是呢，其实这次的路程走远走近倒是其次，主要是要让你们感受感受当初修筑这条道路的不容易，还有先民那种努力不懈的精神。我确实体会到他们的辛苦了，不过下次啊，我要锻炼好自己的体力，就能计划其他的行程，一定会有更不一样的感受。原住民中活动区域最广的族群，而其中位于南投县信义乡的东埔村，在保存布农族的传统文化上更是花了不少的心血。哇，点燃萤火了耶，而且还这么多人，是不是童军团在办活动啊？不是的，小皮，这是布农族的表演活动。东埔村的村民可是卯足了劲，想把自己传统的文化介绍给人们认识呢。
中长辈所展现的传统技艺，像是在播种前祈求神明保佑的播种祭，还有播种后希望能够丰收的祈祷小米丰收祭，这都和布农族的农业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哦。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活动，所以为了能够满载而归，族人们会聚在一起举行猎枪祭。在过程中啊，他们会喊出野兽的名字，是希望都能够捕获。等到打猎的勇士归来，便会举行报战功，勇士们喊出所捕获的猎物，让族人们夸耀，也如同是在炫耀战果，并且还可以互相激励，期待以后的收获更丰富哦。那就让我带你们到非常重视布农文化传承的同布国中，再认识更多有关布农族的文化吧。都穿着布农族的传统服装，他们跳的舞是不是也是一种祭典仪式呢？没错，这就叫拔除祭。布农族的人会借着这个祭典来驱除疾病，并且保护家人的健康哦。Yeah.
在布农族的生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在祭典中的歌谣就表达了崇敬之意，像这首《猎枪祭歌》就是在出发打猎前为了能够丰收而吟唱的。西亚拉里巴尼，西亚拉里巴尼，玛蒂贝比亚，玛蒂贝比亚。总开始就是先在那个那边绕线，好，然后绕完了，就拿到这个工具，再编一片，啊，再编两片的话，就拿到那边缝连在一起，变成做一件衣服。一条一条都要这样顺。对。哇，苹果姐姐，你好了不起哦！你不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会织布啊。对呀、啊、天气越来越冷了，拿一天织一件温暖的衣服送给我吧。小皮宝妹，你们别夸我了啦，我只不过是想尝试一下布农族的传统技艺，真正了不起的是他们哦。不过得从前可就没有这些线，能够这么方便的马上就可以拿来织布哦，还必须取苎麻的芯为材料，揉成一条条的线呢，是必须花更多的功夫哦。传统的布农生活是以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方式，所以一些生活用具也都是亲手制作的，就像老师和同学们手上正在编的篮子。老师，您这是在编什么啊？编篮。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好多的用处啊，要用到啊，到田里以后摘什么水果啦，小米啊，蔬菜也可以。那是怎么背的呢？是说用肩膀背，还是说你们也会用捧着这样子？这个要背的方式是方法是这样背的。嗯，这样。用头，用这样。宝妹，你看，他们好像在打陀螺哎，好像很好玩的样子，我们也去加入他们。小皮，宝妹，对布农族来说啊，打陀螺可不像我们只是单纯的在游戏哦，而是一种富有象征意义的生活态度呢。是什么啊，苹果姐姐？从前，小米是布农族重要的粮食，所以小米的丰收成为族人所期待的。不但举行祭典来祈求，也有像打陀螺这类象征小米快速成长的活动哦。他们登玉山的时候经过八通关古道，景色说有多美就有多美呢，这回我们可真是亲自体验到了。对啊，就像我们沿路上来，虽然一开始视线被古道两旁的树木遮住了，但越往上爬视线也就越来越宽广了呢。而且我们还可以居高临下的去观察山谷中布农族部落的分布和溪流山林所形成的地形景观呢。小朋友，你也可以来体验体验亲近山林的滋味哦。